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深圳股市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在今年的 CCTV 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夏收。与秋收相比较而言，夏收因为时间周期短，受天气影响大，而让农民倍感压力。所以呢，夏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抢收。记者在河南省商丘市安楼村采访时，认识了一位名叫张德树的村民。眼看着沉甸甸的麦穗丰收在即，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的夏收到底遭遇了什么难题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边是我的，这是四亩地，那边呢有四也是四亩地，就是那呢，有我兄弟的，俺两家这是是八亩地一共。今年63岁的张德树是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安楼村村民，家里有四亩多地，弟弟常年外出打工，将自己的四亩地也留给他耕种。张大爷说，今年总体来说算是风调雨顺，八亩多小麦收成应该比去年好。当时差不多，比年也强，这边差不多，还薄，没子得看看大。去年6-7百斤，当时比年也强得多。眼下正是麦收的时候，从昨天开始，村民们就已经开始陆续收割小麦了。可是，张德树今天等了一个上午都没有找到收割机，这可让他犯了愁，因为眼下地里的小麦已经不能再等了。要蹦蹦的，要呀，没有肥肥了，不要晒了，干了很了，就这一刮大风都晒掉，就这样。看着自己辛苦大半年耕种的小麦还在太阳下暴晒，张德树心急如焚。张德树是村里的贫困户，孩子常年在外打工。老伴儿早年去世，张德树因为很多年前得了场病，落下了残疾，平时家里和地里的活都要靠他一个人来干。现在正值麦收，也没有人能帮他，只能靠自己。眼看着隔壁一大片麦地的那台正在干活的收割机，张德树计算着，今天天黑之前怎么也轮不到自己。收不完，一天咱都收的，不到会儿一听也得到时候还收多少地。收了的慢很。想了半天，张德树打算到马路对面的麦地里去问问，看看那台收割机能不能在收完之后也给他收一下。不是，那边啥时候能收完这？这一时半会儿收不完。人家收不完，这65嘞。他就起码到这儿那个路上了。嗯。就是今天到哪里了？一块是18亩地的。好不容易赶上个风调雨顺的年景，张德树不希望到最后出现任何意外，他打算再到隔壁村去问问看。找收割机嘞，邻居上来给你收一下是不？我这是我做的嘞，俺老在开始收。俺不行啊，俺这俺这一块半亩嘞。俺种的是秋楼。光家13亩嘞，我本来只要13亩，一点没收嘞。啊，他13亩全净亩，啊，这五亩反正就是挨边的，这邻居那你这个亩的。你不要说不要说事了，得等到黑。等到黑，等到明年也收不住啊，这几天。这个抢种的时候。现在每家每户都在抢收抢种，一旦抢着一台收割机，谁也不舍得放。一连问了附近好几个地块的村民，都没有找到可用的收割机。张德树有些失落。哎，今天聊得很，中午给我的钱，这给300块钱还没花出去嘞，还没收着没嘞，没这样的。在张德树的兜里，还揣着今年政府部门发放给村里贫困户的300元夏收救济款，专门用来收割小麦的。可现在却是张德树想花都花不出去。无奈之下，张德树打算去找村支书问问看。哎，王伟。到底了，我这咋回事啊？这啊，啥事？啥事收呗，我困难。今天这收跟那边年对接了。你看咋想办法？给那让就那啥。我等会儿给你联系下的。记者从村支书王义德那里了解到，附近几个村都是刚刚开始收割，安楼村3000亩小麦也才收了几百亩，
今年因为天气原因，安楼村和南阳等地收割时间都凑到了一起，这也是造成眼下收割机紧张的其中一个原因。这去年不一样，去年他是茶叶在那边给从跟南方茶叶一个礼拜，他那手腕积极严重，每天都是安徽的由南阳的过来了，今天这样那个没可能晚一点，他今天夜里都过来了。农业这农机部门都在给帮忙，为我们这个麦收联系着积极，今天夜里都赶过来了。可能这两天我们整个一个村3000亩地小麦分粒收完。王义德告诉记者，每年麦收都是村里最忙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市里乡里的干部们都得忙着帮助协调收割机和劳动力，以及组织志愿者帮忙。就连俺这市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在这安楼驻村呢，你看村民一直说没有机子，搁到这路上也接不到，你得想想办法。等了一天还没等到收割机的张德树和附近的村民们在麦地里也是心急如焚。我还有4亩多呢，你看看一袋都收完了，反正我的能有几袋，这半挂大包能有几袋，咱把这个麦收了，小工农人工作一样知道不？今天收你没有几袋，你晚上还能再来没再住？你说你急着慌吗？你说你知道？给我把几袋装过来，把麦收了，收回家，再农民那个知道不？你农民就是熬一点了，就是熬的这点麦，你没有这点麦，你吃啥？下午4点。王义德终于给张德树和村民找来了一台收割机，张德树赶紧将用来装载小麦的拖拉机准备就绪，可正当他以为马上就要开始收割的时候，麦客们一看这边的地块地势低，收割机难下地，再加上他们跟下一站已经约好了时间，便直接赶赴下一站了。张德树心里刚刚燃起的希望又再次落了空。哎，那收不了那就没法带，收不了就不收。但是那你这没法子。一连说了2个没法子，让心情沮丧的张德树再也说不出其他话了。你那边有地契吗？这边有100多亩麦还没找到地契呢。那行，那厂长的好，有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呗，帮我看着。好，那个抓紧时间要看哈。好，也是没看出，那个也是干着活嘞，干着活跟他商量着，现在商量好了以后。不能过来。哦，现在都是抢收的时候，都不愿意那个。对。再等一会儿吧。好。再等一会儿看啥情况。附近的乡镇也都在抢收小麦，收割机不好协调，现在只能等待。傍晚7点，乡里协调的收割机终于来了，张德树赶忙上前招呼着。看着收割机进了麦地，张德树的脸上总算露出了笑容。你看，要不万一天上亮了变成天，你就没法了。等了一整天，张德树终于把收割机给盼来了。当地的跟我来志愿者和张德树的弟弟也赶来帮忙，可是，在收割机刚收了1个多小时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又噎住了，怎么就卡住了？就是。啊，没油的时候那个秸秆在里边。对，没油了，井也掏出来多一大堆。修了将近半个小时，收割机再次启动，在收了2亩多地的时候，收割机已经出现第3次问题，张德树的心悬在了嗓子眼。修半拉的感觉，我一叫人说话，可是人不给说。修了半天还是没有修好，这一次麦客们觉得今天晚上是彻底受不了了。此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钟，张德树和麦克们都没来得及吃晚饭。不管收了，不管收了，我都没搞好再来收。我倒没有，我肯定不来了，我家里头没有。你看咱回来咋了？嗯，你说咋的？回来咋了？你他的意思，俺回来，你还不知道呢？哎，你不说，俺专门能回来，不说意思。你我不啥意思，不俺不不的地儿的。我说实话，我早上你看咋天的了？不把钱交到我手里，我都不给他动刀，知道不？那你想说完？张德树想收完再走，麦克们想拿钱走人，双方一直僵持着。一边儿，不能说，不，一边儿。
这周边那就没的了。嗯，啊，不见是不见啊，尽量吧，搁这时候要幼儿园就得有大房子。因为机器故障，所有人的心情都不好。不拿那一百块钱不拿。完了不拿。因为价钱的事情还争吵了起来。一百块钱是不得给你一块钱？你看搁哪个手里拿去啊？那得给你。打你打你。又不着急见，不着急见，那主任还不给呢，还不差呢。你还没说完，车回来。你吃饭整包，你干啥？车回来。你吃，车回来。你先给我找房子，我找房子行吗？出来了，没事儿。到最后，张德树还是没能把这八亩多小麦收完。第二天一大早，政府部门调度过来的收割机来到了麦地里，在为留守老人和贫困家庭提供服务的跟我来志愿者等的帮助下，不到两个小时，张德树八亩多麦地终于收完了。张德树说，今年这麦收就像是打了一场硬仗，但是好事多磨，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了八个多月的粮食终于颗粒归仓，此时他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今年这八亩多地收了将近8000多斤小麦，他打算留一半作为家里的口粮，另外一半准备拉走卖掉。拿到今年麦粮的第一笔钱，张德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这今年走粮了，今年也是我收几百块。今年是大丰收，今年。像张德树这样的困难群众在农村并不少见，由于青壮年劳力常年在外务工，家中的小麦收割问题就成了留守老人们的一大难事。现在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和志愿者的帮扶下，这些最发愁下收的困难群众也不那么发愁了。而记者在商丘采访时也注意到，当地还出现了一些农民成立的专业合作社，他们都合作些什么，会合作出什么样的实惠呢？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好，欢迎回来。37岁的于德峰是商丘市宁陵县的一位种粮大户。2009年啊，他和妻子从县城回到了老家，承包了附近300多户村民的1000多亩土地，还组织成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今年的夏收，他们会是怎样的一个收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粮管上还不敢收煤来，咱收这个煤放哪里？他叫于德峰，是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建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当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和社员们商量粮食存放的问题。这个仓也解决不了，你想要拦不到这卖的小贩，这现在小贩我问了一下，最高收到1.1块，一般也是1.08块、0.07分，咱国家收购价最低也得顶到1.18块吧。啊，你这个仓，这得咱这将近五百多亩地了，你算算这个产量，这损失这一块是多大？1.1毛。嗯。地里的小麦马上就要开始收割了，但收割后的粮食如何存放，是摆在于德峰面前最紧要的难题。这块地80亩地，加上这一块，我总共包了有500多亩地，明天这80亩都可以收了。于德峰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通过土地流转，他承包了附近300多户村民的1000多亩土地，其中有500多亩用来种植小麦。而在2009年之前，于德峰还是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买卖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低价承包了60亩土地，这让他重新回到家乡，当起了一名农民。当时就种了60亩香菜，那结果一下子这下来的时候，正赶上好价钱。挣了一部分钱。尝到了甜头的于德峰开始琢磨规模化种植的可行性，他对附近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考察。这周边这一块将近5个井，那一个那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那个脚上还有一个井，
是脚底非常方便，那高压的烟哈都踩到地头干，非常好。因为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在家留守的都是妇女、年龄大的人，他们种地不方便。他们去种都是小块，因为是几分的，不还种还不方便，机器种他都用不上，非常不好种。健全的农业基础设施，力不从心的小散户让于德峰看到了机会。六年的时间，他经营的地已经从最初的60亩扩充到现在的1200亩。他先后承包了赵村300多户村民的土地。53岁的侯伯强也把自家的18亩地承包给了于德峰。我已经17万亩地了，就这一块的，这个路边都是。侯伯强的孩子一直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他和老伴儿。种18亩的土地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这孩子出去说地我也种不成了，也没法种，年龄也大了，再说也不保守，看起来旱了，这个涝了了，一亩地也弄不几个钱，包一种起码他保险了，一亩地1000块钱，一年几万块钱保险了。如今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将土地承包给了于德峰，侯伯强自己还被聘为农业合作社的经理。这样一来，不仅土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每年还多了3万元的工资。对我来说，起码，是吧？收入方面高一点，你30亩地也挣不3万块钱。很显然，对于像侯伯强这样的小农户来说，跟着于德峰的专业合作社干，要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得多。你像老百姓，他一块一块的种，他一家一家都必须去人，对不对？这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嘛。你现在咱流转到这一块了，都是咱自己去种的，不需要那么多人，有一个人到两个人在地头上找我帮忙一下，全部都机械化种，这都省很多了。这是成本上能节省多少？那一亩地成本能节省，最低的节省200块左右吧。包的地多，效率是提升了，但也同时面临新的挑战。眼下这500亩丰收的小麦收割后该如何存放，就让于德峰犯了难。他一天要看上好几次天气预报，生怕下雨。呀，本来明天还有阵雨嘞，这明天都收割了，然后赶到明天还有雨，厂那边也没联系好，卖的地方也没说好，明天该打折。往年收割下来的小麦都是直接按照保护价马上卖给粮管所，可是今年粮管所开仓收粮的时间要比收割时间晚一个星期，收下来的粮食到底该怎么办呢？于德峰打算到镇上的粮管所去问问，看看粮食能不能提前放进仓库。但我说这一块得去一下，这仓是大事，你收那么多小麦没地方存放，要卖给个人那个损失太多了，一斤错1毛，这几十万斤也错得6-7万，够办好多事了。看看您能开始收工了，就是咱这个，我是一空一天可以办7吨，啊，现在咱全市还都没7吨。为什么就是这一块看看能想法想把这个粮食放着不？恁那别转移一下。放着个，你目前放的放哪一些？厂里边儿，厂里边儿有国家的政策是不？啊，在验收的时候必须去空仓拍照。有现在不用了。没有，完了咱现在就是一个仓了。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收粮单位不能提前开仓收粮。经过协商，像于德峰这样的情况，粮管所顶多能为他申请一个晾晒场，而无论在外面找仓储还是粮管所的晾晒场，都势必会增加多余的成本。粮的装卸将近3分钱。一斤3分钱。对，一斤3分。那您这些得大概粗略算一下得有多少？要是按照今年的产量将近60万斤，3分钱就是18000块。晚上7点，忙活了一天的于德峰来到村头，妻子侯霞正在这里领着收割机给村民收麦子。这个收了多少麦？我们有50亩，今晚上加点班把它收完了。收了完之后，明天该收咱家的麦了。那是。这台收割机是于德峰去年投资7万多元购买的。附近的街坊邻居们都是小散户，地块小，很多外地的麦客都不愿意过来。去年夏收开始，侯霞就带着自家的收割机帮村里的街坊们收割小麦。排着队在等着收呢是吧？都是这该收，一家家的清。
往那家小馆的这一段时候往那一去的时候了。已经在麦地里连续干了三天了，侯霞的嗓子都有些嘶哑了。在这个小本子上记着今天已经收了60多亩小麦。侯霞说，在帮乡亲们收麦子的同时，也能给自家承包的500多亩小麦补贴一些油钱。你家儿子一辈子有那多地，你要不收一点那种油钱啥的，是不是？人收的也都便宜，俺自己种的，是不是？搁外边收都是60，这俺自己种的，都是邻居都收60元一亩。嗯，也就是说挣油钱也挣不到钱。侯霞今晚打算把附近街坊们的小麦都收完，明天他家今年的麦收将正式拉开帷幕。那过去扯不？本来是的。第二天一早，传送机、人员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收割机却迟迟没有到位。今天天气预报说有雨，余德峰显得有些着急。还有多少那边？听说晴天，抓紧时间。原来昨天乡亲们的麦地还差一点没有收完。中午11点半，妻子终于带着收割机赶了过来。此时的侯霞也是急得满头大汗。今天你自己家的收麦的时间耽误了哈。对，那你领导也得给人家收完，都是小罐2分2分来收，现在先搁这收吧。接近中午12点，这500亩小麦终于开始收割了。于德峰和社员们紧张忙碌起来，而此时的侯霞已经在旁边的拖拉机上坐着睡着了。这几天他每天都是从早上5点钟忙到晚上12点。今年小麦颗粒饱满，水分也低，于德峰还比较满意。眼看着这一大车小麦马上就要装满了，于德峰上午联系了一个收粮的商贩，打算马上就去卖掉。这天气眼看要下雨，卖这小商贩价钱没那么高，但是你山上这一块咱还得需要人员去看着，另外你再用车辆去装装卸卸，再去包绑，还需要一部分费用，再加在一块儿，说咱还没有现在来说还没有卖给小商这块划算。于德峰精打细算，任何一点能节省成本的地方他都绝不放过。那搁那锅棒是吧，你这还在校园棒吗？那这个棒准不准？这个老师得确定不了啊，你留一份我留一份。你确定不了。商贩称完之后，于德峰还打算再找一个地方称一下。这个上一个点是他算的，这棒他一差不是差来不是10斤20斤，也不是1斤200斤的，他一差得好几百斤上千斤。但是我担心嘛，辛辛苦苦来种了8个月。结果第二次过磅的重量比第一次还少了将近400公斤，于德峰拿着纸条，不知道该怎么算。那现在说400公斤呢，但是你拿着算，不是我这每人的杆，我知道，就杆的价格了，就像一块，商贩给按照最高数计算，每斤1.18元，对于这个价格，于德峰还算满意。下午3点钟，于德峰他们终于在地里吃上了今天的午饭。妻子侯霞忙着张罗，下收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吃饭也都是站着随便扒两口。天气变了，起风了。有的天天就干什么，那邻居领不要收完，一下雨收的没地方卖，也没地方放，犯愁啊。不下雨好点。放下碗筷，于德峰他们又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跟天气赛跑。6年来，于德峰种地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验，麦收的时候他总是在村民们收完之后再收，这样能够节省晾晒场地的费用。今天于德峰另外雇了2台收割机同时收割，收割费用也比平时每亩少了20元。大时间差，节省成本能减少一段自己的这一份投资。除此之外，于德峰还在土地的种植周期上动脑筋，争取最大效率的提高土地利用率。现在老百姓种地他就种一茬麦，种一茬玉米，咱现在种了种一茬麦，种一茬玉米，然后再种一茬短期的蔬菜，啊，这一年能种3茬，这有效的利用土地，是它产生最大的价值。这几年
于德峰又开始带领社员们种植了80亩的秋葵。和种植小麦每亩收益200多元钱相比，种秋葵这样的经济作物每亩地的利润是种植小麦的20倍。去年开始，有心的于德峰还将秋葵做成了干果、花茶、酒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衍生产品。这今年一年比一年赚得多，去年秋葵这一块附加产值这一块的东西卖了将近200万。三台收割机同时收割了2天时间，500多亩小麦就收割完毕了。第二天一早，于德峰夫妻俩就开始忙着计算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喝到1100斤了，将近1091。那一开人那60亩，喝到1200多，要高兴不得了。产量还不错。满意哈，对这个。满意，算是大丰收了。咱这一块地，连包括南边那一块地，咱都种好了。现在你看这地干的。顾不上休息，刚刚收完小麦的于德峰夫妻俩赶忙下地，抢种今年的玉米。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他们用自己的辛劳又播撒下新的希望。一些专业人士还在担忧农民都进城了谁来种田的时候，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化经营已经悄然取代了小农经济，展现出规模化种植的巨大优势。随着土地流转模式的日益成熟，传统的农业种植正在走向真正的现代农业。与此同时，创新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又将一盘散沙的个体小农按照符合国际运行原则的合作经济组织法归结起来，以合作经营法人而不是单个的自然人形式出现在农业生产中。从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为职业农民所应具备的科技意识、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这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尴尬，而这正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规律和方向。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